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野山堂这边，还是饵料用的还是蚯蚓。现在我试一下看看，有没有鱼。这个水塘呢，水比较浅，所以我现在我调的标的是那么低的，试一下。没口啊，蚯蚓都泡白了，换一个。勾不进去啊，老是动，抓不住。现在没什么口，我先搞一点打窝的饵料。看，这是花生菇，好了，好了，现在这个打窝的饵料就开好了，投一点下去吧。现在我要改变策略了。一个钩呢就上蚯蚓，一个钩就上饵料，看看它吃哪一边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来吧，开饭了。刚刚投下去那些打窝料呢，现在已经起作用了。你看，水面在不停地冒起那个气泡，证明下面呢就是有很多鱼在下面觅食了。看看这次能不能中鱼了。那个标一直在那里动。它就是不黑标啊，这个怎么弄啊？来来来，有动静，有动静。哎呀，怎么又不动了？逗我玩啊你！今天没什么口啊，开了那个打窝的饵料都不行啊。下面是有鱼，但是它就是不咬钩啊。再来抛一竿，看看这一竿有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回家去吃饭了。看来今天早上是空军六号了，没办法了。这两天小六钓鱼都不在状态啊，怎么办？谁能给我支个招啊？真郁闷啊。好了，今天小六的视频就到此了，谢谢关注小六，再见。